Oh,
到这个善事，今天我们还是来跟大家啊结缘，我空中一条路啊，空中一条路。还有我们从马祖的那个后世尊师姐，还有我们云南的那个抱歉，慧慧呢，马祖的代表。公公第二个平安，公公第二个平安。他们讲的够了，马祖都是在工作吧？是啊，还有那个工作一半，常常。定了几个题目，永堂法师跟我们几位干部商量，说要讲阿罗汉的人情味，阿罗汉的人情义呢，跟大家提供些内容。
就是我是没有人教我，凭我自己这样子修行，这样子在禅定之中思考观察人生呢，为什么有这么多苦的原因在哪里，观察苦的原因，然后呢用什么方法来解除这种苦，这是他思考他观察他证明，所以他没有人跟他讲这种道理，他自己感悟，他用以后就愿意把他思考过的道理过程讲给别人听。那所以呢，你们求你们就是又不是又不语在家居士啊，都是听了我说的方法理论修行的过程，你们才能够证明的差别是在这里。所以如来内功正本正觉是依自己修行思考证明成的，所有的弟子们包括我们现在也都是听佛陀或者说佛陀当时的开示记录下来，然后你们看到佛经佛书这样子能够理解，所以贪嗔痴烦恼无明，人类有心意识的友情通通一样，要断除的方法也没有差别，也一样会证明圆满解脱生学。那只是说阿罗汉乃至所有的弟子们佛子佛弟子都是要经过佛陀证悟以后开始，那因此呢，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啊，并不是说所有的弟子通通都不过问别人的死活，也是很关心的啊。佛教从印度开始，然后呢传到是缅甸、泰国、辽国、柬埔寨，往南的传到斯里兰卡，再往西的包括这阿富汗啊，这些国家以前都是佛教的，包括呢以前的印尼。也一样是佛教的、那么这样子向东、传到给中国，如果没有当时的比丘，我们认为都是阿罗汉，他们的弘扬那哪有可能佛教成为国际性的宗教。佛教成为国际性的宗教是比基督教还早，比天主教还早好几百年，因为佛陀入涅槃以后大约两百年左右，印度呢的阿育王，他将佛陀所开示的佛法，请人雕刻在石头的柱子上，也派了很多的比丘到邻近的国家弘
养活他自己的儿子马印达，他的女儿梅加三加梅加梅达也都到了斯里兰卡。斯里兰卡那棵菩提树听说就是欧义王的女儿三加梅达，她从菩提树下佛陀城到那边这个亲自过去。后来在历史上释迦牟尼证悟的菩提大塔那棵树曾经呢也摧毁过，又从斯里兰卡那边的鸟金枝在种，所以我们现在去印度朝圣，去释迦牟尼证悟的大塔后面那棵菩提树，是在历史上应该是在从斯里兰卡再传回来的。总之，那个都是在西元300多年前的，欧义王派了很多比丘到周边的国家去弘扬佛法，就已经老早就是算是国际性的宗教了。我们所看到的被传的佛教，虽然说是大乘佛教，可是并没有说叫做佛教国家。南传的斯里兰卡算是佛教国家，缅甸是佛教国家，就是泰国也堪称是佛教国家，辽国、柬埔寨，他们都是比丘。他们如果说修行的法门，以后就是证悟到阿罗汉果。那想想看，我们把南传的佛教定为小乘的佛教，北传定为大乘的佛教，可是大乘佛教却没有说佛教国家。我们将人家定为小乘，可是他们却通通是佛教国家。几乎90%的人民信佛、学佛，所以我们跟人家说阿罗汉都是治疗汉，是因为我们只是从大乘经典看到菩萨道多么的殊胜啊，慈悲无量啊，度众方便无量。智慧无上等等，而对于呢阿罗汉声闻的，却能贬斥他们。我们从佛经看到大圣经典，标榜大圣，贬斥声闻缘觉。太虚大师，民国以来的大师。曾经去了南传的几个国家，他回到中国就说，中国标榜为大乘佛教，但是很多人修行都急急忙忙要求解脱的，要求证悟的，修的有点像阿罗汉的根性。反而南传的国家虽说是比丘啊，但是他们呢
对社会的教育工作做得很好，可以说都是形同上道的。阿罗汉在比丘里面呢，有人间比丘，也有独住比丘。这所谓的人间比丘，就是每天时间到了，就去挨家挨户托钵乞食。在托钵乞食呢，这个是随缘方便看事佛法，人间比丘。佛法的普遍都是靠人间比丘这样弘扬开来的，因为他们的教导是以南传的国家幸福都达到所谓的人间佛教。人间佛教就是所有的生活上或者分散起见，总是呢都会请比丘法师到家里接受供养。那么这样子在接受供养吃过饭啊，比丘啊，这些法师们都一定要为信众祈福，开示佛法。所以有财布施，有法布施，就这样子呢，所以把佛教就传遍了。以前我曾经去过斯里兰卡，其中有一天也是星期天，一个法师说，全斯里兰卡在星期天呢，都有300多万的年轻人、小朋友在寺院里头，在那里学习佛法，或者参加寺庙里头办的一些祈福、消灾、教育等等活动。啊，这是泰国跟佛光山寺里结缘的缔结兄弟寺院的法身寺，他们办的活动一次都是几万的。有一次呢，就是八关斋戒，全部通通是还没结婚的年轻的女生，问他们说，阿关斋戒参加的人多少？物质传说有13万人。所以在泰国法身寺办活动，一次10万个、20万个乃至30万个，我参加过了几次了。所以我们没有去过，我们从经典里头看的他贬斥阿罗汉，所以就觉得阿罗汉好像都是不管人间的事情一样。而且就这样子把南传的佛教变成个小圣的啊，这个名词了不起，其实机会看，不是去观光的，看看他们出家做了什么事情。有些出家人做的事情，北传大乘佛教的法师是做不到的。比如泰国玉博士专门照顾艾滋病的，
说慈济功德会有没有专门照顾癌症？有吗？特别的，他们呢，因为艾滋病夫妻生下的小孩，可能都有带着这病的，这些呢，他们也继续照顾。艾滋病没有免疫力，最后就是死了，为他们办火尸、火化，这些变成佛教，有哪几个法师愿意处理这种事情？在泰国有一位长老求原本筹款要建99公尺四方很高的宝塔，筹款不想筹几亿的，后来知道当地居民饮水很困难，他们就把这些钱去帮忙建水库啊。前几年我去那个真的宝塔地基打好，但是就是把钱拿去做水库。那是佛教的菩萨道，也不知道有哪位法师肯这样子做了，愿意这样子做了，其实我们被传的叫做碧佛节、佛诞节，南传的叫做卫塞节。联合国承认卫塞节，承认释迦牟尼佛他的出生、成道、涅槃三个好日子同时庆祝，叫做维萨克黑、维萨克，都是好几年前南传的法师团体代表向联合国申请，应该认定这个日期。所以联合国承认是卫塞节活动的日期 The Day of Visakha， 这是我们的教在卫塞节的时候召开的国际佛教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这个呢，如果在曼谷，那个联合国亚洲就是在曼谷，在欧洲应该是日内瓦，还是在哪里？那我们2000人在联合国的会议大厅都是免费的，因为这个卫塞节是联合国承认的，所以我们呢，我现在不是替南传佛教比丘讲什么，让你们去对他们多好，不是，这是事实。我这几十年来常常跑泰国、斯里兰卡、缅甸、寮国，所看到的很多都是我们大乘佛教教区大法师做不到的事情。泰国金融风暴的时候，有一位大比丘，就是人家供养他的这个几吨的黄金，
通通经历这个。他要涅槃要死以前，有什么好几亿信徒供养都捐出来给国家，所以不是说住在大圣教区的通通是菩萨的信徒，也不是说住在南转的这个教区通通都是寺庙。所以阿罗汉很有人情味的，大家在北传佛教教区所看的《法华经》《华严经》《阿弥陀经》《普门品》啊，或是说《维摩诘经》等等。大概多多少少都有贬斥声闻缘觉阿罗汉，所以我们基础基本上内心就看不起南传的国家，基本上就这样子，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可惜呢，就是不止大圣经典，在中国的祖师大德弘扬佛法的过程，也将呢声闻缘觉所修行的佛法佛经很贬斥。所以在中国的佛教史上比较少有人不去看这些经典，这是非常可惜的。大圣经典几乎都是从佛陀在世的时候敲到比丘弟子们的佛法发展开来，展开出来的。比如说玄奘大师翻译的五六百卷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我们叫做《大般若经》，里面呢几乎不离开佛陀时代的教法，叫做杂阿含经。在所有的佛经最早起起的就是杂阿含经。我看过也不是完全看，大概有看了一些，发现《大般若经》它的根源都是从《杂阿含经》出来的。《大般若经》呢，当然呢，就说一切法缘起的缘生无自性，一切是空的。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的，这如梦幻泡影在《大般若经》里讲的很多很多。那我们呢，也如果有诵过《金刚经》的，也诵了最后一段的，这菩萨为人说法如如不动，何以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句话
金刚经的一个问题，云何降伏其心呢？须菩提尊者解释释迦牟尼佛，善男子善女人，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三藐三菩提心者，令云何云何运住，云何降伏其心？就问这个问题。释迦牟尼佛回答：所有善男子、善女人，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降伏其心，凡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胎生、湿生、化生啊，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总之四生九有，通通要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出。这是《金刚经》的第三论。那么呢，往后一直讲，大家知道不知道，到底云何降伏其心呢？所以我就在研究《金刚经》的过程，觉得菩萨在度众生整个过程要降伏其心，必须要有《金刚经》最后的那一句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因为这大部分经里面几乎啊，处处都会提到一切如梦幻泡影，很多了。为什么我说这句话是要降伏其心？想想人生有得意的，有挫折的，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有荣耀的，有衰微的，有被人称赞的，也被人诽谤的，所有一切，如果我们很在意，我们就不能自在了，我们就无法很自在。假如别人赞美你，你可能很高兴；假如批评你，你可能心里不舒服。如果他没你，你心里想一切如梦幻泡影，也不会太过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啊。如果被批评诽谤，你如果把它当作一切如梦幻泡影，你有什么关系啊？这样会不会在意？所以要降伏其心，你把所有的一切做如是观，佛陀很殷勤恳切地说：“应作如是观。”你要这样想，什么得意的啊，什么最高成就，什么失败，什么挫折的打击的，一切如梦幻泡影，这样子也不会太伤心，也不会太兴奋啊，处之泰然。所以面对众生，总是呢会有跟你投缘的，都很赞美你，很支持你；跟你不投缘的，就告诉你
所以怎么不好，怎么做不好，会让你讥笑。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在意的话，就我们以前就听到让人牵着鼻子走啊，人家说好我高兴，人家说不好我心里难过了啊，所以呢，一切如梦泡泡影了，就不在意了。时间本来都是空欢喜场，在如梦泡泡影的意思，就是说看真的可以看到，听也可以听到，摸也可以摸到，吃也可以吃到，但是它不真实，它会消失，所以就用 P 水中的力量，镜子里面的影像，树下的影子，啊，类似这样子，如梦泡泡，做梦。南柯一梦啊，梁王的一梦，就是做梦也梦见呢，我自己呢去做什么官，又多么荣耀，我多么享受福报，多么威风神气，结果梦醒了。一锅的这凉爽的手，这还没有煮熟完了，但是已经做大半锅了。世间如梦幻泡影，一切都真实。有一个国王知道他的国家一个音乐家。音乐家弹琴弹得很好，唱歌唱得很优美。国王派来大臣，你去请那个音乐家到王宫来，弹琴给我听，唱歌给我听。他愿意来的话，跟他讲，要赏赐他500头牛。全是大臣呢，就奉命。去找个音乐家跟他讲，也要赏赐500头牛，这一般来说是一大笔财富的，他们非常的欢喜，准备妥当进到王宫，在国王面前很投入的、很专注的弹琴啊、唱歌啊，弹得很好，唱得非常的优美。国王非常的高兴，弹完了，唱完了，音乐家说：“国王陛下，请你赏赐我500头牛。”国王说：“不给。”音乐家说：“国王陛下，你是一国之君，怎么可以对我们老百姓说话不算话呢？”国王说：“我哪里有？”对你说话不算话，你弹琴真的弹得很好，你唱歌真的唱得很优美，我听了实在非常的欢喜。可是我的欢喜已经过去了，我请大臣去请你来这里弹琴唱歌。说要赏赐你500头牛，你有没有很欢喜啊？国王陛下，我很欢喜。那你也很欢喜的嘛？你的欢喜也过了嘛？我的欢喜也过了嘛？啊？这世间本来就是空欢喜场嘛，你还要什么？所以，对于世间一切，
有时候叫做心有千千结，心有千千结，就是因为没有依佛陀的开示，一切以为法，如梦幻，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没有做如是观，我们只会说，你会有的，你会变金刚经，但是没有如是观，没有做如是观。做如是观就是这样想，要这样子想想看，世间一切如梦幻泡影，不真实。世间一切如露亦如电，很快速的。你看书一抬头，咻，就不会过气。所以，如这个梦幻般是不真实，如露亦如电，很快速的变化。那么我说，大圣经典都是根源于佛陀时代的教导，是因为类似这样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是《杂阿含经》里面释迦牟尼告诉弟子们，我们的色身，我们的心意识是如梦幻泡影，我们的色身，佛陀呢跟弟子们说，就像巨木，巨木啊，种田的人比较容易了解，因为我们以前的乡下那个水沟啊，灌溉田地的水沟，有小小的，有时候地形有高低，比较高的地方，到了有一点点低洼的地方，那水会往下，在这个衔接高低差距的地方，它会有泡沫，泡沫的一团一团。虽然有泡沫，手抓了没了。这种泡沫有时候利益的还卷成酒在一起。有一位小公主，国王的女儿，看到水沟那些泡泡，很喜欢。就跟国王说，他想要水泡做的项链。国王呢就找大臣，你们谁去帮公主做一串水泡的项链？那个大臣说我来，然后呢，必须要小公主自己挑选，所以带着小公主到水沟为了起泡的那个地方，说你喜欢哪一个，你拿起来让我帮你穿。小公主就说了不，说了不，那个不，总而言之你挑出来这个这水泡。所以大臣说，你回去要跟国王说，你抓的水泡把破掉，所以我没有道理帮你穿，不是我不帮你穿。那么我说的这个巨木，佛陀说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色身如巨木，如巨木。当然2600年前佛陀他也没有像现在生物科技
就让我们全身的细胞有六兆以上的细胞，每一细胞都有水分、热气体、氧气，那个就不用几倍大的放大镜、显微镜了，真的像巨梦一样。因为我们有看到有一些显微镜、放大镜放出来一滴血液里头有多少什么样的啊，可以换很大。所以真正的我们的射手有你去摸，释迦牟尼说我们的心是受想行识的，这个受就真的像水泡，水泡呢是下雨的时候地面有积水了，积水了继续在下雨，一滴下来就冒出来透明的半圆体，它移动了一下就消失了。下雨天可能有时候我们看到咚是那个透明的，但是滑动一下就咚，有些是咚下来因为透明的半圆体当下就消失了。所以佛陀说我们的感受就像一个水泡，一直变大一直消失。佛陀说我们的想分析的概念，这个想呢是像阳焰，阳焰在夏天呢，太阳高照，尤其是柏油路，远远看到好像地面有水，那么将远远看到好像一个水闪烁这样子，事实上是没有的。所以佛陀说，我们的想、分析。这是我们的概念，就如同夏天那个阳焰，我们的想法有了一个概念以后，就会做出决定，做出决定呢叫做行。我们说色受想行的行，就是意志作用，决定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那个就是行。行呢，我比喻像芭蕉，芭蕉呢，这个看起来很大，这个尾巴斩掉，头砍掉。我们一层一层的扒开来最美，所以我们的心就如同芭蕉的那个树干，这么胖这么大，但是呢一层一层扒开什么都没有。想到这个就想到呢60年前我们在取行在家五戒菩萨戒，是在现在的无畏家园，那时候普门中学的活动中心，结果和尚是请的高雄开正长老，开正长老呢讲话经过笔很有趣，他讲话就有这样的故事，有这样的气势。
者众心间想结果无上即将顶礼三拜一旦阿弥陀佛来恭请结果无上开示开示讲他的话那但这个修改在这里我改我是改这个是净化小微跟马红兄哎这是小微啊你是马红兄你是净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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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有爱甘蔗那甘蔗都比赛都好多味就是说那个好味啊那甘蔗呢甜甜的所以说呢那个甘蔗的吞甘甜的意思呢这样会在甘蔗的时候呢好的多味道的背后呢不好味啊接近佛陀时代的教法，所以几乎看不到一个空字《金刚经》。那真正这个空呢，是说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无际空。所以《大般若经》有讲的十八种或是二十种空，总之这些都是慢慢发展开来，从佛陀的教法，而佛陀说色如巨墨，受如水泡，想如燃焰，行如芭蕉，四足啊，这个幻化，这些到了大般若经里头，包括海上渗透啦，包括一些，通通有加很多种很多种。那么主要的就是说，世间一切看是看得到，摸也摸得到，吃也吃得到，但是不真实。所以把一切形容如梦幻泡，在《大般若经》里头，甚至说，那么假如这样子，那正悟的阿罗汉呐、涅槃呐，也是如梦幻吗？他说，我所说的是。这些也是不可得，不管是须陀洹、阿那含、苏陀含、阿罗含、阿罗汉、辟支佛啊，乃至呢佛的涅槃，这一切如梦
有什么话比涅槃更高的，我也说一切如如幻。所以叫做不可得，一切不可得。那一切不可得呢，在般若经里面就是说，我们讲这个讲那个，这一切都只是假名而已，假名啊，所谓庄严即非庄严，是名庄严。在《金刚经》就是讲，这所有的啊，所谓众生啊，即非众生，是名众生，都只是一个名称而已，与事实是不同，不相同。我们说这叫杯子，英文叫 cup， coffee 杯，所以呢，它跟实际不相关，总是一个名称而已，那与实际不相干。有一位比丘弟子，他的名字叫斗者，造作善作恶，行善造恶，那个恶恶者，恶者呢？有些师兄弟看这个比丘来，啊，恶者来了，恶者来了，所以呢，这个恶者呢，就心里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啊，师兄弟呢就取笑他，恶者来了，啊，坏蛋来了，那就没事，跟佛陀说，佛陀，请你帮我改个名字。佛陀说的名字只是一个符号啊，不要太在意了，啊，如果要改，你去找找。看有什么好名字，我再帮你改。好，这个恶者呢，出去走走走，看到有两三个大男人，把一个女人家绑在树上，在那打他。哎，那个大男人就亲一个女人家，嗯，他说。他欠我们钱不还呢，啊，哦，欠你们钱不还，那你就打他，啊，对呀，啊，不还嘛，不打了，嗯，那怎么样还？那叫什么名字？那叫守宝啊，啊，守宝，守宝也有欠你们钱的，啊，守宝只是一个名字，欠他的钱都这样还嘛，啊，哦。守宝还是个欠人钱，就走走走，走了呢，又在一个十字路口，看到一个人在走过来，走过去，从那边走到那边，从那边，哎，看到，哎。我看你在这里走来走去，你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在这里走来走去？他说我不知道哪个方向才对啊。嗯，哦，这样啊，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善女啊，善女。那善女就很会旅行嘛，怎么也会迷路啊？哎呀，这善女只是一个名字嘛。人的处外，人生地不熟，人难免会迷路嘛。哦，这样啊，打消了改名字的念头。后来走走，走到一个地方呢，就看到人家在办那个埋葬的事情。然后你们做什么？像我们有亲人往生啊，所以帮他办这个埋葬的这个事情啊。哦，这样哦，他
他叫什么名字啊？他叫有寿啊。有寿，有寿一个死啊。很奇怪，人家亲人死了就够伤心了，你还在讲风凉话，就是有寿只不过是他的名字，人总要死嘛。哦，这样，所以回去以后呢，跟释迦牟尼佛说，佛陀，我不要改名字了，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代表而已，跟真实不能相同。所以呢，这世间呢，一切都是假名，假名，它跟实际不相应的。好，这样子，我们这阿罗汉到底有什么人权呢？你说你阿罗汉呢，他修行过程，他主要的就是。要把世间的这些贪欲、嗔恨、愚痴这些呢，能够修到断除，这样子不受生死轮回。但是在生活上，他凡事很有人情味，因为。跟大家见面讲佛法也真不容易，所以书里面所提的你们自己看，你有难得的机会讲阿罗汉的修行，这些给大家参考。我刚才有提到大乘佛教小学，因为祖师弘扬佛法的过程，把比丘、弟子修行的这些法门，立为是阿罗汉圣法，所以我们不太在意。其实佛陀所修的法门，就是他教比丘弟子所修的法门，也就是说，佛陀证悟是依缘起法八正道而证悟的，所以他也如此教当时的弟子。要懂缘起法，尤其是要懂八正道。我们在佛经里头，像佛光山编的《大藏经》，阿含部杂阿含第325经，是释迦牟尼佛他。告诉弟子们，比丘他当时在证悟真理的时候，他是这样子想：人生为什么这么多苦呢？生在这个什么老苦、病苦、死苦、忧苦、悲苦啊，这些忧悲恼苦啊，这么多种苦。原因不在，想想啊，因为人有生，有生到世间才会有苦，所以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都觉得小孩生下来恭喜恭喜，人死了悲伤，这个跟。佛陀所讲的有一点点差别，因为生下来注定就是苦的，不生到世间，世间的那些苦怎么会有？反而
在一生行善积德布施啊，修福报很大，死了肯定到天堂到极乐世界，我觉得这样才恭喜恭喜，知道他肯定不会去地狱鬼出生，能够到天堂，哎呀，恭喜恭喜，这样子。因为知道他去的地方很好，我们叫观受。哎，没有小孩出生的时候，哈哈哈，小孩出生，哇，是很苦的，但是却有微笑而死的，叫含笑微死。就应该是死得好，死得好。所以我们的父母们好死是一福啊，富贵长寿康宁，好德善终，善终是死的时候很安详，他一生呢也没有做违法的、不好的，都是行善的，心很安慰，很满意，所以呢，没有什么后悔、愧疚的事，要走很安详、很满意，所以面带微笑，这叫含笑微喜。前不久，我听到一个人说，他的这个丢篮把业力大的，有空的时候很喜欢跟朋友挑战啊，打麻将，对，那么好像手气都很不错，长短都赢。有一次呢，这样的热盘，看他呢，也蛮冷，很高兴的样子。但是呢，其他三个也都出了，就等他出。但是他只有笑笑的。三个人呢，看他一定很好的牌。所以就偷偷的去看一下，真的是好牌，这么好的牌都不出手，结果呢，突然说不动了，我就摸摸鼻子，没有呼吸，就牵着打着麻将，微笑而死。有这么满意的吗？哇，好牌，这笑了就走了。哦、哇，他们这世间也真难得，在麻将桌上，满意的走了。哦，对于人生。释迦牟尼有一个观察，生是一切苦的因，苦是果。那生当然也要有因，生呢就是因为啊造作了种种的行为，身体的行为、语言的行为、起心动念、心的行为。所以身形、语形、意形，这些行为的痕迹留下来，就会带着任何人继续去生投胎转世。所以呢，所有的行为的痕迹存在可见，这些就是投胎转世。因那么这些呢
是果，他的行为，身体的行为，语言的行为，这些就是日常生活对于五欲的追求，对于权力、感情、财富一切的追求，这些呢就是储存我们的行为痕迹的因，行为是因，痕迹是果，痕迹是果，因投胎转世是果，投胎转世是因，一切的苦是果。所以呢，就追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身体的行为、语言的行为、对武力的追求、对于权力、地位、名分、财富、感情的追求，原因呢？它就是有爱，情爱，有爱才会采取行动。如果你看到，比如说，我这个怎么这么好看，怎么这么漂亮？那送我好吗？你的喜欢，你的爱，才会想得到。人家说好啊，你要不要拿去啊？拿去。我告诉你，那个东西有无色线的、啊。拿去我都没有，没错。比如说这样子，所以呢，心里有爱，就会想得到。我们的行为，就是因为爱是因，采取行动就是爱果。所以呢，有爱的因，采取行动果；采取行动的因，是行为痕迹的果；行为痕迹的因，是投胎转世的果；投胎转世的因，是种种苦才果。这样子思考过程呢，这个生老病死是苦生病，爱取有这是极生病，四圣地里面的这个苦生病、极生病，佛陀是从这样思考。然后呢，当然爱它是一个果，爱一定有因缘，爱的因缘是什么？爱的因缘是无名，无名，无名的意思就是世间世事物都是变化的，但是在真为是常住不变的。世间世事物呢，这些因为变啊，或是台风啊，或是灾难，或是什么，或是身体起的变化啊。检查出有什么毛病，所以呢，一切都在变，生理变，心理变，物理变，整个宇宙地球一切在变，所以变呢，不好的就是苦的，所以一切是苦的，人的一般人都觉得乐的，本来都是无常的，变的都觉得是常的，所以呢，这种的想法才会引起强烈的对于自我的爱，对于过去的不断的怀念的怀念着，对未来的不断的希求，不断的希求，对现在紧紧守住、紧紧抱住的这些，可以都是爱带来的一些痛苦的现象。那么呢？这是因为我们的想法不正确、偏差。世间无常，我们总觉得有一个常的东西；世间一切是苦的，我们总觉得还有快乐的东西。不常，我们认为常；为乐是苦，我们认为是乐。所以呢，这些对世间的看法有所错误，有所偏差，这叫做无明。那么无明呢，就会守住自己，怀念过去，
追求未来，这些就求得苦，爱贫，怨知之内，种种苦，忧愁、担心、挂碍、紧张、害怕，都是从这样的自我的爱，人我所有的，我所爱的，我所依靠的，起变化就紧张、害怕，一切的苦就从这里来。所以这些就是有思维上的错误，思想上、见解上的不正确，这样就叫无明。所以无明是爱的因，爱是果。那无明有没有因缘？无明也有因缘。无明的因缘就是错误的思维，无正思维。无正思维是什么？就是思量妄想，思量妄想这种呢，不正思维就是愚痴，就愚痴啊，愚痴呢，所以就对自我深深的爱着，深深的爱着自己，这就是因为愚痴而引生的叫做无明。有了无明，所以呢，这种思想成立，这种是一种愚痴的，叫我痴。然后呢，确认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我，就是错误的我的见解，叫做我见。因为呢，认为有一个实在的自我，所以深深的懒惰，深深的爱着，叫我爱。我爱你，要一直追求，希望事事都比别人好，比别人殊胜，总觉得比人高一等，所以叫我慢。所以我痴、我见、我爱、我慢，这些都是叫做根本烦恼。所以不正思维、思量、妄想，这些叫愚痴。愚痴这叫无明。所以不正思维是因，无明是果，无明是因，爱是果，爱是因，追寻是果，追寻是因，行为轮机是果，行为轮机是因，所以呢，投胎转世是果，投胎转世是因，一切的法门再度展现，这个就是即胜度跟苦胜度。不正思维有什么因？无正思维，因的因。什么是不正思维的因？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产生六触，产生六受，产生六想，产生六思。这样子呢，你就到六爱了。所以不正思维是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就是不正思维的因。因此在修行方面，照顾眼耳鼻舌身意是非常重要的。而金刚是因为菩萨应该要面对大众，面对大众，所以呢，对于所接触的这些境界，色、声、香、味、触、法，就要特别的自我一种警觉性。菩萨离法一无所住，行于布施，所以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数。须菩提，离淫头，东方西方可思量佛，我也是觉。须菩提，南西北方四维三界虚空可思量佛，我也是觉。须菩提，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亦不如是，犹如虚空，不可思量。这里呢，就是说。菩萨的修行固然都是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但是就不
般若智慧为圆满大，般若智慧对于色声香味触法，知道这一切是如梦的泡影，所以面对众生，面对大众，听到的、看到的、接触到的，都要知道它不实在，所以不会被这些难阻。那么，行菩萨道对于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心意接触到的眼、耳、色、声、香、味、触、法，因为知道这些都是因缘和合，因缘会变化，都不实在，所以呢，不会被色、声、香、味、触、法所难着啊，所执着。如果行菩萨道，住于色，住于声、香、味、触、法，就是难着执着。这样子呢，谈到这个色，这个色是物质的意思，物质当然是有形体，这形体要看的好看的、不好看的。那如果一个菩萨眼睛看到啊，这个信徒或是那个人长得很漂亮、很可爱，那你就多给他一点。看他长得那么难看，就少给你。这是助于色行布施，菩萨不可助于色行布施啊！啊，不助声行布施，声音有悦耳的声音，啊，有难听的声音，那你听到他对你讲话，那么客气，哎呦，你好了不起哦，哦，你这么尊贵哦，我给你吃，哎，别人来吧，那么客气，你没给你吃。助于身行布施啊，所以呢，菩萨不助色行布施，不助身相位处啊行布施。那菩萨修行跟阿罗汉的修行也一样，要在生活上照顾六根，不为六尘所动摇。如果六根对六尘产生一丝分别，随着意识分别，看到人长得可爱，听到他的声音讲话很客气，对你很赞美啊，或者种种，你意识分别，那么就叫做心随境转。心随境转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修行啊，心不为境所转。尤其《金刚经》最后的那一份三十二份，一切有为法，如梦方泡影，如露亦如电。菩萨常常要保持这样的一个概念，对世间不是说没有，不是说看不见、摸不到、听不着，而是看得到、摸得到、听得到、吃得到、嗅得到，只是。因变化就消失了，所以叫如梦方泡影。不要为这些假象而生起执着，而生起贪欲。所以释迦牟尼佛，当然我刚才讲的这个只是五支缘起，爱取有之极胜地，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是苦生地，而他这个无明是佛陀当时无明跟爱两个为因缘，就带动我们人不断的投胎转世。如果从心理的发展，为什么会爱？是因为有感受，感受得很好才会爱。为什么会有感受？因为有接触。接触呢，就有可意的，有不可意的。好，那么呢，触是因为我们有分别意识。那分别意识是从六根对六尘来的，
也兼成六根、六尘、六识、六处、六受、六受这个想、思、爱，这是从这样发展。那么这些呢，这样子有如是的因，就如是果；如是因，就如是果。所以呢，就只有不必有此生不必生，只有不必有此生不必生。那释迦牟尼佛他到最后发现，哦，最后呢，我们的思维都是因为无明为因，才爱才采取行为。所以在十二缘起，第一个就讲到无明是一切的因缘的根源啊，所以因啊无明，所以有行，因行所以留下痕迹，才会有这个事。因为有这个事，所以母亲呢怀孕的时候，那个胎儿这个事投入进去，这样的互相的因缘，心理跟着身体结合，就是一个有心意识的有情众生，今生生命的开始，就是母亲肚子的胎儿，有了这个前辈子的他的心意识的根基进去的开始。但是这个是在母亲肚子内的，从生下来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意、心，这样子呢，才接触外界，今生才开始继续发展。那我们要知道的呢，释迦牟尼佛发现，他从那逆向思考、顺向思考，这样子的，这个因为无明，所以有行；因为有行，啊，所以有事；因为有事，所以结合名色。因为名色，所以六入六根；因为有六根，就接触六尘，又产生六识；因为有六识，所以产生了六处；因为六处，所以产生了六受。眼睛看到的感受，跟手摸到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手摸到的感受和嘴巴吃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六根、六尘、六识、六处、六受、六想，然后呢，就是六爱，这些呢，只要算起来，六六三十六，过去生三十六，现在生三十六，未来生三十六，加起来一百零八烦恼是这样，就是念出了一百零八颗，或者一个一个的去。其实这是中国的佛教，本来佛陀没有这样说的。这样子呢，这样的理论，有咖啡豆才有咖啡粉，有咖啡粉才有一杯咖啡，这是必然的一个走向。这样的走向呢，过去这样，现在这样，未来也是这样。我从桃园机场上了飞机，五种因素停了两个钟头才起飞，到了洛杉矶也延时delay两个钟头，从洛杉矶旅客要回到台北的也当然要delay慢了两个钟头，所以迟慢二小时，故比慢二小时。这样子有如是因，就有如是果啊！所以呢，就这样子，这种法则啊，有这个，就有下面延续下去的这个，有的那个就有这个，也发展下来。人类的需要啊，所以就有各种电子材料啊，这样子一直的需要。所以一直在改造，一直改变，这样子，所有的发明，所有的产品，都是因为人类有所需要，所以才会有这些
所谓的农产品啊，农业的机械，或者说医药器材，或者科学工业用品等等，就是有人类的需求，所以就有人就会想做出什么东西，奇奇怪怪的。我呢，当和尚也不会去 supermarket 的，不是 department store supermarket 的，就不知道。我虽然看到人家拿到这个东西，好奇怪，怎么会有人做这个东西？就是人类有所需求，所以呢，什么东西都有人做，只要有钱赚，什么东西都有人做。那有如是因，就如是果；如是因，就如是果。这个呢，叫做因缘法。那释迦牟尼佛呢，他从思考发现这样的因缘，带什么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是呢，普遍如此。花、水果、这个台灯、桌子，都必须有它前面的因材料，或是说呢，各种不同的因缘，各种这样的结果，都必然如此。有某种因，则有某种果，这是必然如此。所以这是普遍如此。必然如此，而且是本来如此，这样的一个不变的法则，释迦牟尼佛发现，他称为达摩华，华有一直不变的含义。一杯水放糖就是甜的，放盐巴就是咸的，放柠檬就是酸的。所谓的缘构成什么结果，这是必然如此，普遍如此，本来如此。所以这样子叫做因缘法则。那因此呢，既然人的生死轮回无明是因的话，那假如无明灭除，那么底下所有的思考都是一切邪灭，所以无明灭的邪灭，邪灭的事，事灭的名色灭，乃至生老死、忧悲苦恼、存大苦去灭，这是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有因有缘即世间，有因有缘世间起。释迦牟尼佛呢，这样子思考世间之成立。是某种因缘，世间变化乃至消失也是因缘，这样的法则释迦牟尼发现的。因为这样的法则呢，这种是一个智慧，这种一个知道正确的这个是世间，所以这种智慧呢叫做真见。这种真见呢，就是要不断的思考。有什么因缘构成什么结果，有什么因缘变化成什么样的结果，就以这样的正思维。所以呢，思维，如果我们无明灭的习念乃至生老死、忧悲苦恼则灭，这样子呢，刚才讲的因缘法、缘起法、缘生法。佛陀开悟了，而懂得见的缘起法，这是智慧。这样的智慧呢，就是大正道智慧。所以呢，大正道就是道生体。假如能够把这个老死、忧悲、苦恼一切经验的话，这是灭生体。所以呢，四圣谛，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成道？第一个为无比丘所开示就是四圣谛，四圣谛就是缘起法，而四圣谛呢的道圣谛八正道，就是他思考因缘的过程，所以道圣谛才是真正成就修道完成的方法。那么我。
静静地在整理这个《金刚经》，我就说明，我想我的这样的讲解可能会给人一种震撼。大圣佛教叫虚，这个总是对佛陀世尊无比的崇敬。那我说，释迦牟尼佛是以八正道这个证悟真理的，也从此用八正道来教导弟子们的。所以我举《杂环经》《国光大赞经》325经来做证明。这个经前面的过程都是我刚才讲的，释迦牟尼观察这个缘起，到最后的一段，就是说释迦牟尼他就是以此这样的正度，他就是以这样的大，以这样的八正道，这样子道在教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乃至所有一切的释迦牟尼是八正道来教大家的。这个八正道就是要认识苦圣地、极圣地是怎么样因素组合成的，灭圣地是你以八正道道士地修完成的时候，自然灭圣地就成就涅槃成就。所以涅槃成就呢，是你修完成的结果。他讲也讲讲不清楚。说什么也不太明白，你就按这个方法去修，到最后就是会证到这个结果，就是这样。所以呢，十二缘起其实就是四圣谛。佛陀在菩提树下观一切苦是怎么样来的，所以呢，他取有是极圣谛，生老死都被归纳是苦圣谛。然后呢，发现无明无灭。那契机呢？这个就是道圣谛，有了八正道的正见、正思维，观察这一切法。假如没有这样因，就没有那个果；没有这个因，就没有这个果。所以呢，无明灭一切经验，乃至又被道、又被苦恼一切经验，这就是道圣谛。那么灭就修道完成，就是灭圣谛。所以苦集灭道四圣谛。跟十二缘起没有差别，说明的方式不一样，啊，解释不一样。那么因此呢，我们要知道，比丘、比丘尼、阿罗汉修行的方法跟佛陀修行的方法是一样，只是呢，佛陀所教的当时的弟子非常的有福气。能够听到释迦牟尼佛亲自教导他这样的一个法，这些法是释迦牟尼佛他非常辛苦，经过不久就思考出这样的一个道理出来。有如是因，还有如是果。我们都知道，哦，释迦牟尼是观缘起正念的，没有错。而能够知道缘起，知道这个那个知。如实知的知是八正道的正见、正思，修完成是灭圣谛完成，一切寂灭啊，一切苦聚起就是极圣谛，一切苦灭除就是灭圣谛。所以在过程之中要到圣谛，极圣谛是二取，这十二缘起跟四圣谛，我想呢。一般人都会分开来说明解释，我对于这部分，透过释迦牟尼佛跟弟子讲他证悟的经过，然后他是以什么方法来教导以后的所有的弟子，这部经呢，我发现释迦牟尼佛是八正道证悟的，因为知道此无不比的理论，这个是。正见，这个是正思，所以它是道圣谛，它是如实的证。好，今天呢讲这些呢，没有按照讲义讲，因为难
的，不过呢，说了很多名相，我怕在座啊有很多，我在晚上不会听的什么东西。辛苦，我学文这么久，偶尔听一些大家比较少听的，我看也会对在有所帮助上面。我们以前的新疆许市长，现在区长啊，那么你这么关心我们，给我们这么多鼓励，讲几句话。我们恭请我们区长来做一下。谢谢，非常非常的感谢鼓励的。我们最尊敬的立法院长，我们是给他的掌声吧。这算是个搬家，我们师傅在我们。在现场所有各位伙伴们，各位所有的姐妹们，你们懂吗？虽然我今天六点半来一次，那我没像各位有那么好的福报可以从头听到尾。不过后来我听了一句，我今天是受用无穷的。幸运大师，你刚刚所讲的可能你说太深了，听不懂。不过我听懂一句话，就因缘法则嘛，对不对？今天我们因为有大师傅来到这边，我们大家结缘，对不对？也因为我是国光的，所以也跟各位结缘。也因为我是一个在地方为大家服务的一个行政主任，为结下跟新庄不解之缘，也因为我是活光人，我要心存善念，所以我把新庄这六七年做了跟过去不一样，我们让我们福光普照，对不对？因为我也身为活光人的弟子，包括今天我带的同修跟我们来讲一点，我想师父你放心，我们全家都受用的一个人。大力真的，一通百通，所以说我希望各位我都是有福报的。我们不只要结起这个福报，我也希望我们也跟随着大师的脚步，在每个人的职场里面、每个家庭的岗位上，把我们这种精神拿出来。我相信每个人都是一颗最棒最棒的一个心，也点起一个盏灯，这盏灯可以照亮自己，也可以照亮每个人，我们一起来照亮这个世界，好不好？感谢领导。我们说最好的 ending， 最好的结局，我们的市长跟我们许区长这最后几句话就非常完美，谢谢。恭喜你们，新年快乐，新年健康，龙年发财，龙年平安，龙年幸福。谢谢。感谢我们地球上最好的慈悲观世音。以及陈友蕊，请抗议，一起来献花给地球上。
幸福，天天都幸福，天天都幸福。